三角形，尖尖的，去找三角形。我们家弟弟好像状况外。大家一起找找看，哇！大神，你有找到吗？找到吗？你看哥哥怎么突破好方形哎，这么多正方形。那剩下的都不是的，就要放到蜜蜂的家喽。这个我们的垃圾桶里面丢给你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要不要放正方形家？哇，好酷哎！三角形，这是圆形，你看哪里有圆形？盘子，盘子要给老板，盘子老板三，盘子要给老板，盘子给老板。哦，大家都快要收好了，好厉害哦！哇，你找到了，找到了呀！还有没有这个？小蜜蜂的，这是什么新的？啊，你放送圆形的家，正方形的圆形，在哪里？正方形的家，好棒哦！小乔，那个是放在蜜蜂的家。好棒哦！还有没有别的形状？都收起来。好生一些积木哎，有没有？我们家弟弟非常状况哦。蜜蜂家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蜜蜂家，哦，谢谢。蜜蜂家，还有一个三角形哎，哇，三角形。不是，我们家弟弟好像一个老头。怎么回到蜜蜂的家？好像一个老头在走路。还有，而且完全状况外，没有在参与活动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谢谢。来，我看现在都在捡积木，他在那边闲，他在闲话。哦。收完嘞！太棒了！